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因式分解这个式子。我们看到后面这三项哈，它是可以完全平方吗？哦，后面这三项是负的多少呢？这是2y 的平方啊，减掉多少？12y， 哦，就是二乘以三，啊，再乘以2y， 哦，三是12嘛。啊，加上多少呢？因为负号提出去嘛，三的平方了。啊，这个就多少？这个就是2y 啊，2y 减多少？减三的哈，减三的平方了。哦，后面这三项是等这个，啊，前面有个负号。然后所以这个等于啊，这个就等于啊，这个 x 加2的平方哈，减掉2y 减三的平方了。a 平方减 b 平方嘛。那就 a 减 b 就是，x 减 2y，x 减 2y， 2减 3， 看没有？二减负三呢？二减负三是加5嘛？啊，乘以这个加这个嘛 ，x 加 2y， 啊，二加负三就是负1嘛。哦，所以这样呢，就因式分解完了。哦，这个答案没错了。